这个还好吧？这哦，这是那哦，哦，我知道这一款了。哦，它出来耶！哦，原来是它哦。我很喜欢这一款，说这是摩天大楼，盖出一栋属于你的摩天大楼，然后可以不断的扩张地基，里面要请各种村人来进驻，那给他们提供他们需求，上班跟住宅，还要经营，所以它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经营类型游戏。虽然画面很 low， 可是却内容很丰富。对啊，没有中文没有关系啊，我当初在玩的时候也没中文啊，目前没人汉化。9月8号啊，9月8号刚出而已啊。等一下，这边都已经写是一款摩天大楼经营。哎，这个游戏为什么它介绍有中文，可是游戏内容却没中文？干，它是，可是它建议佩佩居然爱吸你奶的，太夸张了吧？我觉得蛮屌的，极度好，对啊，极度好评啊。工人来了，这是我的一楼大厅，我们先来盖一个，方方正正的，1、2、3、4，盖个5层楼好了。这是收支报表，太好了！你还有收支损益表。我们的这一期的收益扣了1830块，要赔死一下干不高？不会啊，还有7000多块，每天要赔330块啊！靠呗！这个游戏原本就是住宅，就只能经过别人家，这个没有办法。其实它是有走廊的啦，它横向是走廊。这是这游戏的经典设计，就是这样。哦，这是管线管道间啦。哦。道歉的意思，已经拉到最底了。我们的范围就这样，然后可以盖几层，可以只能盖到39。它到时候解锁会开启更多的配件可以盖。这是住家，这是办公室，这是吃的，所以这应该是购物中心吧。所以，啊，盖，等一下啦，哦，盖错了，原来一开始。水电瓦斯什么全部都是分开的啊！好，没关系啦，反正新游戏嘛，就是要捋捋捋捋捋捋个不停才叫新游戏。办公室需要电话了，然后这边是告诉你，你盖一个每天要扣350，这是每天扣800，这每天扣1600。这栋大楼什么都有，免费的水电。先让人住进来。有了，有人了，两个人了。耶、yeah, ！有人了，我好开心！哇，每天要扣865块，好开心！我要破产了。他好生气，他搬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反正也看不懂，我们就录一把。临别就傲娇了。哦，这个是已经进驻，他们正在等待。等待居民进驻的意思啦，他还没进来，人还没到，所以他正在搬家中。欸，他们手速100，你看，哇，超会抠！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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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看谁赢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，耶、yeah ！其实这样盖房子也蛮不错的。你们在工地都是怎么盖房子的、啊？就盖完了。哇，三明治欸，好好吃的样子哦。心情正在下降中。哦，不能够处理他们的垃圾。我没有在盖垃圾掩埋场了。我、哦、可以解锁新大楼欸。好多工人来了，你们就来看报纸。还有黑衣人是干嘛？你是打算做什么啦？然后又下班了。你们是来上班看报纸的就对了。唉，你看他们都没有出去工作啊。他们就像四个人形立牌一样站在这边，有没有？你看，嘿，今天老板没有工作叫我们做的。是啊，你看我们每天都住在这边，好轻松哦。那个傻子没有盖办公室，居然还想要找先把我们骗进来。你看，啊，看来今天又可以开开心心的下班啦，这个钱真好赚。只有一间愿意搬进来，哎，哇，哦，我懂了，所以。我懂意思了，这个意思就是刊登报纸，询问这个地方有没有人要来进驻。因为我现在我店面开了，啊，有2间要进来了，有人要愿意105块钱要进驻这个地方，我要先盖一间那个大间的，他们才会有回收工人来，才会去各个楼层收垃圾，把它丢到这里。这个是没有工人的，就是只是小的置物间，那其他楼层就都不用再盖这个了，只要盖这个就好了。他们会自动去收，因为他现在垃圾13%了。哇，
那个、欸、那个叫什么？卖钱宁堡的。对啊 ，Subway。画面的移动啊，可以透过 WASD、ASD 来移动，然后用滑鼠滚轮可以放大缩小。其实它这个英文单字都非常简单哦，可是对不起哦，因为我那个我连国小生的英文程度都不好。这里没有早餐的地方啊啊，他们是脱妆哦啊，这不是早餐店，哇哇靠！等一下啦，快餐店，所以我要找早餐店哦。看、啊、他妈太要求了吧，这个他们要咖啡店吗 ？Coffee， 哎、欸，对他们是要咖啡店哎、欸，他要早餐店，他要咖啡店。所以不能乱聘，不是说想要来我们就招聘他进来，因为居民不喜欢，他们不会去消费，不会去消费，来电率低，他最后就也是会搬走。L U N C H， 午餐，玩游戏学英文，我英文程度不好，所以请见谅，我很怕有人会觉得说，妈，这是台主智障是不是？这个单子我国小的时候就会了，他居然看不懂还要翻译。啊，有了，找午餐，早餐跟午餐。85块，就是你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哎、欸，我一颗星嘞，哎、欸，一颗星了，哇！你在不爽什么啊？你有什么不爽的？你不爽就搬走啊！谁有人逼你在那边住吗？我是不小心请了太多早午餐而已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快走快走，反正你们的房租都付过了。他想吃早餐，可是他这个是夜晚吧？他需要晚上的咖啡厅。哎、欸，我觉得他们挑剔耶、欸！你奶奶的，我还要去找晚上的咖啡厅给你啊？你哈哈分不清啊？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！我觉得啊，我想要把他赶出去、欸，赶出去还要给你240块！哇靠！算了，那你继续付我租金好了。哎、欸，有道理哦，有道理。嘿嘿嘿嘿嘿嘿耶 ，nice， 房东，如果缺水缺电啊，你看这是提供10电力，这是提供50电力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盖5间这个，不如盖一间这个。缺水缺电的时候，我们再多盖一间，至少多扣250，总比直接扣多扣500来的好。高级房屋要瓦斯啊，不要，我不喜欢，我花100块钱再拼一次好了。午餐应该可以选贵一点，愿意支付租金，至少要支付100多块吧，90块是哪招啊？水电费都不够收哦。下一个目标哦，一个是要达到50人，一个是租金达到3000，就跟他们签合约啊。我达到这个合约之后，我就可以领到这个奖励金，回馈金的意思。这款跟 Game Boy 那款有87分像，对啊，一样是模拟大楼啊，所以当然像了。哇，每天1000块耶，好有钱，哦呼，好快乐，一杯终于有钱了。8点开到现在还是2层啊，一直录音啊，现在录音到第8次嘞。我居然经营起来了耶，我好感动哦，录音了8次啊，我终于经营起来了。Thank you.